要先来看到天气，今仔中部以北依然是这乌阴天的天气，啊，明仔再开始又个大陆的这冷气团要入南，温度会亲像这个流水同款。第拜六气温干了十二度，啊，这拜日透早气温更加低，只有十度。这气象局表示，即个这冷气团水气真有会影响到台湾的时间又个长，所以对于这啊拜六甲后礼拜三进前啊，各地拢是湿湿冷冷的天气，啊，伫这高山也够有机会会落雪，特别是这咧。礼拜的机会上大，啊，明仔载这波强烈的冷气团入南了后，拜到拜三的天气将会是上冷的时阵，啊，中部以北乡甚至也有机会会出现了十度的低温哦。